你睇下，一早翻到嚟嗰个Madam Wen见死不救，原来就系讲紧呢单嘢啊！平时啊，你成日都话Madam Wen冷面，原来唔止啊，仲冷血添啊！系咪惊紧大单嘢咋 ？Waiter 啫，冇嘢紧要得过人命啊！好彩天桥下面啊，咁啱停咗架货车喺度，仲要装满纸皮啊，所以后生仔跌正落去啊，先执翻条命咋！哇，个后生仔真系好彩啊！不过 Madam Wen 就唔多好彩啦。系，依家做衰嘢就预咗俾人拍得放上门公审噶啦。嗱，识睇咧就睇留言，佢俾人闹得好绝噶。又唔使咁咒人啊。Madam， 其实系咪有必要澄清下咧？冇必要。等我嚟。 唔该晒你啊！唔好客气。平时咧，啲人都系掂行掂过，扮见我唔到噶。咁如果我有行动，我都会掂行掂过，见死不救。你唔会嘅，你咁好人。咁有冇办法救到人之余，又唔阻碍行动咧？应该冇啩。唔系啊 ，Madam Wen 做到。Madam Wen，佢冇嘢啦。OK 啦。 唔该你。其实就好似琴晚个 mission 咁啊 ，Madam 执紧个帆上到天桥，跟住咁啱有个僆仔 high 咗嘢，擒咗出栏杆，准备跳落去。系咪要报警啊？冇得嚟啊！跌咗落。Marcus， 有架货车会经天桥底，你同我截住佢。收到。 僆仔冇事。Good， 即系话个僆仔大难不死，唔系因为有架货车咁啱停咗喺度，而系 Madam Wen 叫你及时止停咗架车。Madam Wen 冇甩到个反，亦都冇见死不救，两样都兼顾齐。但好多人睇嘢只系睇一面，所以有片都未必有真相。咁我咪错怪咗 Madam Wen 咯。放心，我绝对唔会再讲 Madam Wen 半句坏话噶啦。咁、有独家了解要同啲好姊妹 share 下噶啦。 OK。阿尼古，15分钟有冇办法成个海关知道晒？15分钟咁耐，你真系睇小我哋班姊妹。咦？有人帮 Madam 澄清翻寻晚见死不救单嘢啊！好多 group 都 share 紧。哇，咁详细嘅，成份报告咁。分分钟我温神自己打噶。 唔出奇啊！咁大隻死貓，好惡狠嘅。Madam 成朝都係放開緊會啊。不過條友又好似真係親歷其境咁喎。嗱，當時喺現場有清楚成件事嘅，除咗温晨佢自己，仲有邊個？Madam，Madam，Madam，Marcus 係咪查到你啊？講啊！你琴日叫我執住嗰隻螞蟻送咗部貨van，根據車牌 check 咗，佢屬於一間叫做富雄批發公司嘅。呢個係負責人洪天武。 啲人叫佢紅帽，係聯益其中一個小頭目。聯益呢個字頭，對於東興嚟講根本就唔入流，冇點開毒品呢範圍。冇錯，呢個聯益話事人藍冠超、花朵霹靂超，做高仿名牌貨起家嘅，咩 AA 貨、超 A 貨、衫褲、鞋袋、手機、手錶乜都有。佢仲有儲存同埋包裝中心添。而除咗紅帽之外，佢嘅另一個左右手就係佢細佬藍冠文，啲人叫佢沙蛋文，佢就負責物流，紅帽就做批發。 早排 IPIB 嘅封 Sir 喺李耀门冚咗一个用老番配件做嘅二手手机工厂，那个老细就系沙打文嘅人。即系话联益而家唔止做老番，仲想趁东兴呢期炒咗，搞埋滴滴嗰份。琴日喺天桥跌落嚟个僆仔，医生报告已经出咗，佢系同时怼咗大麻同吸咗冰毒。即系话联益除咗掂大麻，有可能有掂埋其他毒品。我需要所有联益嘅资料，仲有。 帮我夹实呢个霹雳超下面嘅沙蛋纹，仲有红帽。Yes, madam。哥，今晚我今日冇揸车，你又过嚟啦。你拎手信嚟又开车咯，真系好。阿哥，车到你几多次啊？你系咪应该揾翻一个随传随到、车出车入嘅人呢？讲呢啲。
爹哋媽咪叫你講的。關心你的人才至講呢啲。其實間餅鋪已經有 online job 噶啦，叫媽咪唔使再買俾我啦。你俾你媽咪有啲細藝啦。其實你喺屋企上網買嘢，試著見爹哋媽咪。如果你唔使翻工嘅話，你真係唔使出街噶喎。不如咁啊 ，plan 個長假期四周圍去，甚至乎翻去英國探下爹哋媽咪啦。再 plan 啦。